向西的车流行进缓慢，很多人已经下了车在等待啊。这是基辅已经一天向西撤退的车流，几乎是不动的，已经堵了十几公里、二十公里。超市里货架上的粮食，这是面粉、蛋，还有一些面条，能看到部分已经被买空了，部分被买空。现在的超市里边已经不像昨天商品那么多了，大家能看到啊，面包架子上已经是空空的，空空的。